说马桶里边的尿碱，但凡勤刷一点都不会有那么厚。可是就算你边上清理干净了，你深处那些你也没有办法呀。我一般隔两周撒一次这个尿碱溶解剂，晚上睡觉之前撒上，给你们看看早晨刚洗床的样子，是不是已经干干净净了？就算你很久没有清理，积攒很厚也能轻松拿下。马桶里面有一层厚厚的尿碱怎么办？如果你家的马桶出现了这种情况或者这种情况，那你就应该知道世界上还有一个好用的尿碱剂。只要试过一次你就知道它好用在哪里。睡觉之前直接往这里面一放，明天早上起来哗一冲，整个页面以下不光是你看得见的部分，连那管里渗透的部分里面小家伙都给它清理得干干净净，这样就没有那种臭味反出来了。咱们上面总是擦得特别干净，但是殊不知下面的小家伙呢多的都简直了。这才是刷马桶应该用的好东西，就是这个山茶花马桶溶解剂，专为马桶清洁而生，解决马桶刷不干净、深处刷不到等各种烦恼。晚上睡前倒几勺进去，早上起来马桶内壁都是锃光瓦亮，家里的瓷砖、玻璃、洗脸池等都通通可以用它，刷完整个卫生间都是山茶花香，闻起来真的很舒服。平时马桶刷不干净的，家里有各种瓷砖发黄的，一定要多囤点，